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onkey。过了一个年，大家一定都颈肩酸痛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舒缓关于颈肩酸痛还有下背疼痛的几招，很简单，可以大家自己在家练习。好，然后四处跪姿，让呼吸融入你的动作，所以吐气，拱背。肚子往内收，收到最里面，眼睛看肚脐，收到最远的地方。吸气，肚子往下放，眼睛看上方。深深的吸一口气，然后重复几个呼吸，然后往后坐，头放地上，来到前方，穿过来。让头在支撑你，地板在支撑你的头，手往上，往前，往上，往后，配合你的呼吸哦，缓边，往上，往后，往前，用地板支撑你的头。慢慢的舒缓，然后回到这里，一样，再一次吐气拱背，吸气，吐气拱背，吸气，肚子往下沉，沉到身体最远的地方，然后往后坐，深呼吸，放轻松，每一次的吸气，都让你的脊椎往下延伸。手往前，往后，往前，伸展你的肩膀，往后，配合呼吸，坐起来，慢慢的让呼吸和缓，每个动作都记得轻轻柔柔的，让呼吸更长、更慢、更深。让大家舒缓一下你的颈肩，谢谢 ，Namaste。